庆功宴上，台上长官认真致辞，可爱的小林同学好像有点小无聊，一下托腮，一下抓头又抓脸，有点累了，揉揉眼睛提神一下。直播镜头捕捉到他私下的另一面。要赶快逃走了，不然我们要也要唱歌了。没错。听到现场开始唱歌，林云如的第一直觉竟然是准备开溜，超怕被 Q 上台。看到好友蝶王王冠侯也来凑一卡，小林同学还自动起身说：“最帅的来了，要让座 C 位，换人当。欸”哎，干嘛站起来？干嘛站起来？最帅的来了，我停下了，给你坐。同样感情很好，麻吉麻吉的还有他汤帮汤志军，直播采访到一半又把小林同学 Q 进来。在我的右右手边是小林同学，那他其实非常的腼腆又可爱，对，那在打球也是非常的厉害，像我也要差不多要转型去桌球，看会跟雷鲁打双打。开玩笑说想从射界转去跟小林同学打双打，依旧是一号表情，有够尴尬，不知道要为什么。而恰巧隔天就是他的生日，有什么特别的生日愿望吗？努力练球，除了练球以外呢，还是练球，希望球可以越打越好。愿望简洁有力，就是桌球练好练满。奥运庆功宴的漏网镜头大曝光，也让大家重新认识呆萌的林云如。镜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